完了完了，咋的了？忘给苏荷带礼物了。这不两位姐姐来了吗？呀，好久不见。好久不见。到家门口不下车干嘛呢？快下来呀。没事没事，快进屋。喝点茶。哎呀，苏荷，你家这路也太难走了。还行吧，离镇里300多里地，你俩咋有空串门呢？这不阿水吗？好长时间没见到你了，非得拉我过来，他要看看。我可没有来。这有什么可看的呀？肚子跟原前一样呀，没胖没瘦。你确实是没瘦，我瘦了，这抓秋膘也没抓到啊。好，那我明白了，我出去拿肉。上人家来，咱俩啥也没带，你还好意思让苏荷给你做饭？你别管我，自有安排。羊蹄下锅，来点水，再来点大料理。苏荷，你家晚上有没有狼啊？我害怕。俺家阿水，羊蹄熟了。就这能吃吗？你再撒上我的秘制蘸料，你就知道了。哇，这能好吃吗？不好吃。味还行。我给自己来一块儿。味还真行哎，多吃点。苏荷，你这个冬季牧场有多大呀？还行吧，也就2000多亩草场。2000多亩还行，那不能养5000头牛、5000头羊的吗？那怎么行呀？一定要保护草畜平衡啊！咱们一定要把牛羊的比例掌握好，这样才能不让大自然受伤。对呀。苏荷，这天色也不早了，我也找不着回去的路啊。不行，两位姐姐，今天晚上在隔壁蒙古包对付一宿呗。苏荷，你家晚上有没有狼啊？我害怕。快睡吧。晚安。